中信兄弟张志豪五号对上富邦的比赛，在跑垒时不慎拉伤了右大腿，在二军休息了将近一个礼拜。但在下方二军的时间，除了养伤调整状况之外，咱们蜘蛛豪可也没闲着。网络上一段堪称特技的高难度超狂打击影片，让所有球迷惊呼：真的假的？哇！帅气脚法，提起球棒，一个利落强劲的平飞球，不偏不倚，直接命中工作人员头顶上的加油棒。如此搏命演出，还以为是什么少林绝学，原来是受邀为手游拍摄短片。张志豪不光耍帅功力百分百，还与队友陈家驹两人卖萌玩起自拍。别看这短短十几秒的影片，两位球星可是整整拍了一整天。延续经典赛的好手感，张志豪开季表现一路高档，人气更是直线上升。虽然现在因为伤势已经一周的时间没有在一军出赛，但他本季至今27打点依旧高居联盟排名第三，打击率和全垒打也都保持在前六位置。而且不光棒子火烫，蜘蛛豪外野卖力守备，上野扑接后的飞扑美技同样引起球迷的热烈讨论。如今再加上这段神打击影片，也让人不禁期待张志豪会不会用这样的超狂演出强势复出呢？未来体育新闻综合报道。